经典典故搭配着思维，这是将军方圆美术馆举办2023台湾地区联展甲浮翠雅集思维展的作品。两个展览总共展出40多位创作者的作品。官方表示，这次同时将两种类型的创作展做会。在展示上是开了真多新书设计。这次方圆美术馆的展出呢非常精彩，那有两个展览的一起呈现，啊，分别是陈茂龙老师率领的学生，那老师呢也非常支持我们，所以呢这次呢特别跟我们台湾茶器联展来做一个结合。那2023台湾茶器联展今年举办是第7届了，那也邀请了33位全国各地的陶艺老师、金工老师，跟茶器相关的作者呢，来到方圆美术馆。每当方圆美术馆拢会举办台湾地区联展，今年迈入第7届，嘛是首次结合了数位展出，会使讲是相当有看头。那我们筹办这个展览呢，花的时间非常的长，要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备，那要请全国各地的跟茶器相关的老师们呢来报名，然后呢由馆方这边呢来逐一个每一个都来去踩踏，然后去拜访各位老师，那邀请更优质的老师来到方圆美术馆做一个展示。为着这创作者的联展，官方用心策划，就是希望让民众来一场无同款的艺术盛宴。登记到5月1日，连假期间美术馆嘛拢有开馆，欢迎民众到现场做着欣赏。咱台视幕僚三将军采访报道。